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万一有一天，我是万一，美好的一天从你的第一个微笑开始。那我现在还是在新疆的独库公路，这个注册地呢，今天是待了第二天，不过今天天公不作美啊，原本昨天认识的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个小伙子别克，答应今天啊带我们上到天山上边去采那个石莲，但是一上午都下雨，然后下过雨后呢，这个山路比较湿滑，计划没有变化快。像这种石莲呢，它是跟雪莲差不多的啊，说是雪莲的兄弟。这雪莲现在在新疆是很少了。阿彪呢？阿彪，阿彪在那。阿彪，阿彪，回来，快回来！看，慢一点，慢点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就在这里玩。周围太多的牛群、羊群了，阿彪去了以后会调皮的。像狮莲、石莲呢这种呢，药用价值呢也还是有一定药用价值的，但是跟雪莲比起来就要差那么一点点了。我听别克跟我讲啊，整个天山这么大一片，现在像雪莲的话很难找，很难找，最多他说也就几棵了，都被人家采完了。但是石莲呢很多，这里山上他们放牧啊，这些牛羊啊，这些他们经常都能吃到石莲，所以这里的牛羊肉呢，他们是吃这种草药的啊，吃石莲啊这些东西的，所以它的肉质呢是比较有营养的。哎，别走远了，别走远了，阿彪啊，就在这玩，快乐的阿彪。OK，好了好了，就在这里玩啊，就在这玩，哎，等一下。下完雨过后，看看这个河水，没有昨天那么清澈了，水流更湍急了。这种河阿彪不会下去的，他也知道水流太急。阿彪，不要下河啊！喝水去了。云雾缭绕的独库公路啊，跟昨天完全又是另外一种感觉。看，远处的马回来了，嘿嘿嘿嘿，阿彪也注意到了，这个时候要带他回去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哎，回来，阿彪，回来，回来。阿彪，阿彪，基本行动还是在控制之内。哎，真乖啊！走，我们回去，回去。阿彪要下午茶，这回要给他加一袋这个益生菌。这两天吃骨头吃多了，有点拉肚子，现在。
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，凉一会儿啊，坐下。哎，等一会儿啊。新疆的哈密瓜，香香的甜。云雾缭绕的独库公路，真漂亮。这里白天车呢稍微多一点，到了晚上七八点，独库公路就没车走了，天黑了。小河流水，一直盯着，凉了啊！哎呀，阿彪，击个掌，来，哎，好了，喝吧，慢慢享用啊，喝吧。这是阿彪最喜欢喝的饮料，小尾巴摇的。干什么？啊？表示感谢？要握手？看，人？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荡，宛如一丝尘土，随风自由的在狂舞。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，我会变成巨人，踏着力气载着梦。怎么大风越狠，我心越荡，犹如一丝潇洒，随风轻飘的在狂舞。我要深埋心头上冰池。现在是晚上的九点多，原本已经啊上床了，准备剪视频了，突然间这些羊群回家了啊、哦！看看这边也是，我的消防车，阿彪在这，我的消防车，我跟阿彪被眼前的应该有个一两百、两三百只羊，看。给围住了，只有身处在大自然啊，身临其境。哎，他在撞我的车，他用羊角在撞我的车。只有身临其境啊，才能感受到这样的感觉。兵哥的车旁边也全是羊。Hello。Hello。小羊。下雨了，你们快回家吧，回你们的羊棚去。车底下还有躲雨的，这会儿飘着小雨。阿彪，
哎呀，不激动，阿彪啊，不激动，不激动，不激动。他们就是在这儿玩会儿，啊，还玩一会儿，他们就走了，啊，玩一会儿我们就睡觉了，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小杨。